就是用车睡的意义，不过他们经常。根据我们初步的一个估算，就2021年广东网络游戏这个海外营收规模，我们预计超过有380亿元，那同比增长是超过了20%，就海外的一个市场规模也不断的在扩大。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的超过200个国家去拓展了我们自己的业务，包括我们旗下的一些产品其实全部都在超过100多个国家，其实在这个当地的销售榜上都是排名前茅的。我们以往是在亚洲市场会做得比较突出，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开始，我们的欧美市场渐渐优势凸显出来。今年截止到现在目前来看，我们的收入占比在海外的占比当中，收入现在目前越来越高。哪个人可以拍正面？老师说回去我。